孩子一生出来还没有赚钱，要吃奶粉。安迪呀，奶粉要68仙哦。然后他小便要买妈咪波哥，妈咪波哥要68仙哦。然后去学校读书，买书本啊，要看书啊，看书也要给68仙哦。买课本也要68仙哦。啊，然后你去买车也要68仙哦。啊，小便事了要买底裤也要68仙哦。女儿大了买那个领带啊，那个奶罩也要68仙哦。啊，然后啊，过后哎，你不要笑哦，买卫生棉也要68仙哦。啊，然后啊，跟你讲，从小给到老，老了之后啊，还不放过你啊，到你死了，买棺材还要68仙哦。啊，买那个墓地啊，富贵山庄那边要在那边，也要68仙哦。你请那个南摩楼来咚咚锵啊，咚咚锵啊，68仙哦。谁都不放过你哦，你仲笑哦，你知唔知死哦？我告诉你。政府来跟你收税，给到是你，将来是不会税，因为这个是万万税，炸都没有，炸都没得整，炸都没有。